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安徽的一名普通的参与者，我是于2015年的6月29号参与咱们这个平台，也经过这几个月的操作呢，也感受到了这个对于我现在目前情况的一个提高，生活也有所改变，我也感觉到这个平台呢是很让人能实现我个人的一些梦想的，以前不敢想的事情，现在也可以慢慢的实现了，也是给普通老百姓呢带来的生活上的一个提升。这样呢，也在这里呢，我也十分想感谢这个马弗罗先生，能创造了这个独一无二的社区。也给我朋友们呢，都有了这个生活上质量的改变吧。现在呢，我天天呢也是在与我的朋友呢分享这一块儿，他们呢也是从以前的不相信到相信，或者是也是每天在看着我，一天一天的这个改变。现在呢，我有好几个我的很好的一个朋友呢，都开始慢慢的了解了、理解了，而且呢，有的呢也参加了我们这个平台，成为了我们的伙伴。这让我呢也要谢谢这个马弗罗，在这里再次感谢这个马弗罗先生，这个也是让我看到了这个慈善社区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力量，这也是我目前这个参与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慈善的平台。大家们呢，不管是这段时间的正面的消息也好，负面的消息也好，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珍惜。我作为呢第8期的学员呢，也会在这里呢，我也是要郑重的，就是。宣告一下，就是我一定会带好我的这个团队，好好的珍惜我们这个平台，好好的带领我的伙伴们呢，一起实现我们人生的梦想，收获我们所想要的生活。在此呢，再次感谢这个马弗罗先生对于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的一种改变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家人们，再见。